香港過去幾年很多的市民呢都集中了在負面 的情緒和這個事項上。其實香港在各方面，特別在教育界，很多學校呢是很多正面快樂的元素和活動，我們覺得是時候呢給一個平台他們能夠發揚出來，希望今次的先導計劃和研究的發展事項呢是能夠推展出來之後呢，是令到更加多的幼稚園、小學和中學呢是更加能夠全面投入，是能夠創造到一個呢是有香港特色的開心校園的一個氛圍。今天很開心能夠藉這個機會去推動我們的校園的快樂，希望能夠藉今次的機會能夠將這個訊息宣揚在學校裡面，令到我們的未來人才能夠可以很開心快樂去成長。嚟緊嘅時間咧，我哋好想將第一屆裏邊我哋搜集到，無論係幼稚園、小學同埋中學嘅得獎學校咧，集結成我無論係 video 啦，或者係書籍啦，我哋可以喺我哋嘅教育界裏邊咧去廣泛宣傳，令到我哋真係說好香港教育故事。今日咧係一個開心校園嘅獎勵計劃啦，於是乎我就好想分享一個課題，就係話，不如咁啦，讓我哋先幫自己打造一個快樂嘅體質。讓我哋能夠做一個快樂嘅爸爸媽媽，做一個快樂嘅老師，我哋就可以將我哋生命呢種嘅快樂嘅感覺去傳染俾我哋嘅小朋友。所以咧，我好希望能夠輕輕鬆鬆嘅去提醒每一位嘅父母同埋老師，我哋做呢一個生命工程師，讓我哋先快樂，生命影響生命，咁樣小朋友先至可能會快樂。